不多这把，感觉对线好像没什么太大压力的样子。直接是点燃被虚弱解，点燃被进化解掉，后边这边现杀了好像。哇！哎，差一下。这个药吃的很关键啊！对，吃药加一个迅捷还是什么？怎么一下回了一下血啊？是的。这个大人马是啥意思？想来抓波猪？目标，瑞兹来了，有机会。配合不是很好啊！高子哥这波没有给 EW 啊，这波看看有没有机会啊？还在演这个位置，大马没有进前草，要出发了，闪现电！大马这边有点燃，点燃一挂踹一脚 ，AQ 伤害差一点点，球桶一个大把大马炸出去了。但这波在塔下孤立无援，没有人能来救他，这个时候怎么办？狐狸在往上靠，瑞兹也在靠，瑞兹给大家带来了狐狸的信息。狐狸这个时候说：“兄弟，你撑住，我马上就来。”欢乐时光回了口血，许晴哲也好像先狐狸一步，跟狐狸同时落地。狐狸这个位置过来救队友，自己也要走。牙膏闪现过来定吗？牙膏这个位置好凶残，但伤害并不够。这边河道附近的视野都是保持的比较好。知道了，打一套进化解 Q， 道钩没有拉出禁锢，挂点燃，直接打闪了。哇，这个位置主要是莱奥娜加侠这一套伤害太足了。下路来了一个茫茫小土，知道 Hope 王在边上， Hope 这个位置倒钩拉了一下小明， Hope 知道不能交闪，交闪要被痛冠天灵直接压住来抓。369这个位置要被炸回来就会死，369被 W 闪开一个大痛冠天灵下来，但大马及时赶到给了个点燃。哇，小威这波直接被点燃加马的大招给击杀了，杀一波。对，你再打个先锋就几摊。这边你样子其实都是要放了的样子，因为中路也没有线权，但上路凯南第一时间拖时间能力太强，而且人马就没走，而且这波没有第一时间炸他。我觉得 W 闪进凯南身是一个在怎么去定，下路只有侠一个人啊，侠好激进啊，这个位置这你真的不会死吗？死了呀、啊、吃一层这个位置大招交的是不是有点随意，下半区真的一点视野都没有。对呀、啊、你太激进了，但这样可以给队友带来一个信息，可以把这个路虫再反吃一些回来。开车了，包上这是个三包一，阿斌好难受啊，被指到冲进来定住，万雷天老隐定在原地动弹不得，瑞兹拿到这个人头。哇，来看一下上路，这个基本属于投下来尽力了，嗯，尽力了，尽力把线清完了，然后把瑞兹，而且虽然上的酒桶被军训了，但是这个英雄打出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哎，狐狸没大的，狐狸没大的，这个位置直接逼了闪，而侧面这边小明也交了一个闪现，这边想开 missing 闪现躲到痛冠天灵，人马在殿后，人马有一个涡轮炼金罐 W 闪捏住，人马这边被跟了伤害，嘎啦再收一个人头，阿斌不好走，怎么办？后撤桶也在往上看，好像走不掉了。而这件处理就是这个酒桶已经管不了，那直接中下路直接给对面的压力。中路一个倒钩闪，嘎啦这边向前交闪现，瑞兹一个车想救后不救不下来了，正面破板王进来直接被定在塔下，后面有个梯子，有大的好大，定住之后凯南下来，万雷天狼也交闪现躲过了一个恶意收购，回身嘎啦的大头也被收下来，但小虎赶到战场，密斯这边江山表结束也要死，双方在地图的两侧分别打成了一波击杀，那最终是个二换二，而大马这边用大招去顶了一个魅惑，但你顶的方向是不是不太对啊？来看一下这个龙，京东肯定是想先把侠大招拖好的，牙膏在侧面，龙已经开打了，卡兰会冲到前面告诉队友龙在被打了，这个时候要关注一下三六九的位置，踢脚垫左边龙魂拿着，正面流没有留住卡兰会、啊、这个开车撞墙，但他们想尽可能的挤龙区的视野，而这个时候中路不能被开哦，凯南是不在的，第一时间人马被开直接被秒了， TP 下来的是一个酒桶， BC 还在跑，凯南也知道自己刚才没有很好的进场机会，给一个治疗， BC 这边往逃离走，凯南还在逃，侠一个反向的大招直接躲掉了狐狸的技能，酒桶这边过来扫描看到了凯南，那要回去避大龙了，但这个位置凯南还是有机会进场的，后面没有视野， BC 身上也没有眼了，这个位置要被蹲了，直接被一闪大招炸回来，自己开了一个大，但是没办法，狐狸拿下这个人头。说这把确实前面几波运营还不错，但是连续几波团战都找不到打起来的机会。果断。
又打起来了，人马又被留住了，人马这边又白给了，他二杠零打到二杠四了。海南 TP 下路跑路，但是被捡来的人马攻击打断了。这位置海南过不来，对面伏地靠比他快一点，还是以魔塔为主吧。请顾月宁打伤害了，侧面小薇过来扫描看到了卡纳位，凯南被定住了，凯南被打了一套大招把凯南炸开了，上面 Missing 这位置快死了，人马大出来了，刚刚一个闪现，但恶意收购过来被暴风雨人躲掉了，侧面阿斌过来想给队友缓解压力，而且打到这会儿真的这个赫菲留斯我觉得打团伤害左边有点顶不住了。哎 Missing 被亲到了，你先说为什么没闪现的感觉要死了，应该走不了了吧。小薇拿到这个人头直接开龙拼惩戒，京东是愿意的，反正也是劣势对吧，拼惩戒拼惩戒呗。凯南 Rizz 开车送来看一下正面要先打起来了吗，明星被打一个闪， Rizz 开车送凯南，凯南这个位置还可以下来到万能天龙翼变得很不错，但伤害差一点点可以收工下来，厄斐留斯一个烟花直接炸开打出两个人头，下一个大招回身挡风了，拉的也还行，双方打成一环二，后面王斩进来斩出人把这个人头捡起魂之后，牙膏也走不了，但下又一个刀锋又拉死一个狐狸，后补尽力了呀，但是这波队友要死完了，牙膏还要拉扯吧，最后哭了个 Q 被酒桶拿到人头。哦，恋人塔没虚弱，第一时间海南下来真就少个人马大，人马过来冲个大招，这不是三个直接第一时间技能都放不出来，漫天飞雨后补确实尽力了，也有点帅啊。嗯，闪然后再一个倒钩把狐狸拉死，虚弱这个时候转好套给了牙膏，他这把是抢了个侠，向前的狂风压起身没压到，直接远古龙冲上来给喷死了。那这样嘎啦进入到爽局阶段，一枪一个计划一解，再一枪再配合就统喷死一个，那这样我们恭喜 RNG 应该是毫无悬念的要一波了，最后剩下一个369进去垫一波吧，算了确实也没什么机会垫一波，打一波他好像能把嘎啦电死，但是也仅此而已了，最后在跑个水泉的情况下尽力了， RNG 推掉水晶把比分扮为2-1，系列赛还没有结束。